巡用流行日前指挥中心宣布，国内今日新增加275例新冠肺炎确诊案例，分别是274例本土个案，一例境外35个案，另外新增加55个人确诊过身。国内多了下累计死亡人数有333个人。今日接连刷了二在多例，中央都提防农夫之太家先无转雇佣。就台铁进行统计，查比到近比推配超过2566张车票，全都23068张。高铁部分系强票，疏运期间桃园嘅运输量竟然高到5.7%。头一批是50,000剂莫德纳疫苗，今日开始本地针对风险性高嘅支付优先注射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，头一批先配送70,000，我送3年内注射完成，我们全都该800,000保留到天然之内用。浙江淮东每周泉州群体感染，台中县政府宣布，今日起是为两千万个带头泉州急救感染，从照顾员做全面快筛。每户之中中，从泉州急救个疫苗注射顺位提前，但不知详情唔好害太。你这点刷了你，避免跨境去个儿童。东京奥运下年是三开幕，组委会主办方欢迎去观看海外游客，尤其是媒体不用 GPS 监控系统，甚至跨境采购。当然，日本政府为了加强注射政府，设注射中心三毛人气，眉目马甲人皱纹。